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志，欢迎观赏视频。今天我来到了板桥这里来吃晚餐，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。很多人以为甜不辣是日本人发明的，其实最早源自葡萄牙，甜不辣是葡萄牙人的节庆美食，后来传到了日本，发扬光大，日据时代又传来台湾，如今甜不辣成为台湾老百姓的日常小吃。好吃的甜不辣完全是靠酱料提味，用海参酱、番茄酱、味增、沙茶调配出酱汁，每一家店老板又添加了不告诉别人的神秘配方。北门甜不辣开业超过30年，他们的酱料非常鲜美，各式各样的食材经过不同水温煮过，各自有软硬柔弹的不同口感，可以吃得出来老板对食材的掌控已经炉火纯青。Thank you.
吃完甜不辣，碗里剩余的酱汁加上一些煮甜不辣的高汤，鲜甜顺口，在这里是免费的，随意喝到饱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